我是谷子维，来自中国澳门。今年是我第一次留在广州过年，虽然今年不可以回澳门跟我的家人一起过，但是跟我广州的好朋友们一起逛逛珠江边，欣赏广州的美景也很不错啊。我叫潘元雅，来自河南洛阳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广州过年。广州果然是名副其实的花城，鲜花盛开，春色满园。过年期间我准备拍一些广州有意思的事儿，并把这些视频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，让他们感受一下广州的年味儿。我叫疫情，来自贵州遵义，今年是第一次在广州过年。春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隆重节日，我们身穿汉服不单是为了漂亮，更是为了传承咱们中国的优良文化。我叫周舒畅，来自四川内江市，我很喜欢广州这个城市，风景和文化还有美食都非常的吸引人，觉得可以在这里生活一辈子。今年公司推出了果果春节不打烊的活动，我决定了留在广州过年，只要你们需要我们都在。我叫赖琴，我来自江西赣州，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商品的新鲜安全，春节期间供应充足。今年春节我跟父母都留在广州过年，一年的劳碌也挺辛苦的，我想带他们爬爬白云山，看看广州塔，去品鉴一下广州的特色早茶。我叫谭晶，我来自湖南株洲，今年我们准备在广州过年。我很喜欢广州这个地方，开放包容，而且这里的人很和善，我们想过年的时候去逛逛花城。我叫李新瑶，我来自黑龙江省密山市，今年我要在广州过年，但是不要以为我在广州不能滑到雪，因为我在广州融创雪世界。我是吴家辉，我来自广东肇庆，今年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留在广州过年，我们社区超过60%是来穗人员，为他们排忧解难，让他们度过一个幸福平安快乐的新春佳节是我们的责任。我叫曾华，我老家来自湖北十堰的，今年呢就留在广州过年。我是做出租屋管理工作的，社区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，我们可以及时的进入工作状态。我叫蒋谦，我来自湖南邵阳，作为石围塘街道两星企业党组织一员，响应政府提倡就地过年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美丽的广州过春节。在我们石围塘街道可以赏花，可以品茶，可以了解更多的广式文化。我叫逍遥，我来自江西赣州，今年我们全家都留在广州过年，我很开心和爸爸一起来参加志愿者服务，今年的春节我一定会过得非常有意义。广州广播电视台的听众朋友们，在这一个辞旧迎新之际，我的两位同事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讲呢？我就知道有很多的外地朋友留在广州过年，我用广州话跟大家拜年，祝大家留在广州稳当谋身体健康，唔好到庚子年，拜拜！祝大家新的一年多斗利市，多抢红包，万事如意，岁岁平安。我们马上要开始倒数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牛年到，新年好。新的一年里，祝我的家人和我身边的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外公外婆、公公婆婆，你们都新年快乐，身体安康。爸爸妈妈，我在广州这里给你们拜年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岁岁平安。弟弟妹妹，希望你们在屋里加油读书，考上自个心仪的大学，祝自己工作顺利，心想事成。这么多同事都奋战在一线的，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祝所有留在广州过年的朋友们新春快乐，岁岁平安，学习进步，岁岁平安，扭转乾坤，岁岁平安。